在一起去，每天4点左右在劳动公园这样的五一广场找个餐厅，练这个轮车，不错。这个轮车这项运动的队长来说，他能这个玩吗？他能训练咱那个大腿的灵活性，哎，这个运动的还能使咱们健康，主要是平衡能力。得上车，上车得坐着，两千子一只。